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那今天这集是我们的观众投稿，由我们的观众方蓝色哈、哦，这个要怎么念呢 ？Cart 吗？我想念给 K 选手可吗 ？K 选手，好 ，K 选手胸纹。对上这个是 Milo Universal IV 啊、命好了，命好了，好长的 ID 哦。不重点啊，不列颠。好了，凶人对不列颠，我想知道凶人怎么打。好，先说说我的看法哦，一样哈、哦，凶人对战弓箭国，主要的看点就是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出最终的海陆套餐；第二个，你要打城堡时代强军士，因为照理来说，以经济量来讲的话，假设不列颠开3 TC、4 TC 跟你农经济的话，他出关会比较早哦，地出打一波。那不列颠的射程加成，其实让你的凶人的马弓其实很难贴近的、哦。如果你没有配骑士的话，或是肉，所以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在城堡时代把它干掉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打到后期也可以，因为你有海陆套餐，但是海陆套餐那是到很后面。其实不列颠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缺点。哦、有一个缺点，对上这个骑兵文明有一个缺点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那我也先不讲，我们就直接看比赛。好，先看一下你的图好了，观众的图是我想叫你 K 哥好了， K 哥好了、K 哥 K 哥你这边木材 OK， 这边很好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有点开阔，所以你会不会打前置呢？或是弓箭应该两个打法嘛，一个就肉马，不然就是毛兵。哦，出毛兵打不列颠 ，OK 哦，哦 OK 哦，因为不列颠他等一下城堡射程加强啊。如果你城堡是打骑士加战矛也可以。马弓的话，这场我可能比较不推荐，因为他的射程 OP， 马弓这场我不推荐。以我以前玩凶人的经验啊。我不知道你会出什么，但你应该打马豹吧？马豹，打马豹应该是好、啊。这边围着，这边比较开阔，我不知道你家怎么围啊？因为凶人就是防御很烂啊。不列颠这边，哎呦，不列颠家里不错哎、欸。这边虽然有点开，但是这边完全就有防御到了。然后木材很烂哦，这边很想插一只塔，插两只塔，但凶人风快吗？风快肉马箭塔。嗯，你这场好像是多少啊？你没有告诉我分数哎、欸，你没有告诉我分数，那我就直接看一下你这个实力藏在哪好了。我、哦、这边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失误，应该是1000加以上吧，至少。好，我们去看下去哦，我快转了。哦，这有防守意识嘛？这边有一个洞，但还好了。围到这边吗？围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哦，超级大开围，那这边围不住哎、欸，那怎么围？这样吗？哦，不列颠这个图很难围哦，这边下半部，好，等一下，你20P 点封箭 ，K 哥你20P 点封箭，然后你中了三片舔了。这么早中啊？那你怎么不吃这个？他现在不会来打你啊，不列颠不太可能会出刺头啦。那我推荐哦，你可以直接拉3-4只村民过来吃这个，就不用种这个农田了。啊，这样也可以，没有一定。那你要出什么呢？木材不够，先点一级木，先升级嘛，可以。好，没有要跟他打快攻。那我好奇你要打什么？射箭场，毛兵吗？毛兵应该是毛兵吧？可是这边已经挖黄金了，毛兵小攻哦，嗯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啊，不列颠这边上的好晚，23P， 嗯，那我觉得你刚刚如果有直接出肉马的话，感觉他会被乱，或是出三棒棒，他早就被乱到了。
他没有围。啊，你有看到他没有围嘛？对不对？你这边石头在绕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没关系啊。你是想要先提早升级，然后做一个毛兵的反，工兵哦，也可以。因为不列颠的工兵还没有加成封建，但城堡时代你不太可能用弩兵跟他打吧，要转骑士吧，或是战矛吧。我们去看下去，你这边农田盖的还蛮快的，老实说，然后这边的防御也有围起来了，小工。我这边看不出来你们要打什么耶。这个不列颠防守兵很晚才出诶，然后这边才盖围墙。如果像这样子的图，然后你很怕围不住的时候，你更需要出军事啊，对吧？不列颠这边啊，可是他现在没有兵诶，就这两只。那安内然后刚刚你有绕到他这边没有围，可是你没有走这边，你走这边，我觉得好可惜哦。我觉得你刚刚打快点，他搞不好爆炸了。兵工厂，小工，兵工厂，哦，我以为你出要出毛兵呢，然后不列颠小工嘛。然后他没有出兵，你直接出小弓来打他，然后他也没有秀他什么兵，就这些而已，一级射也没有。现在才盖兵工厂，这不列颠配置感觉有问题耶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这不是我认识的不列颠啊。怪怪的，这不列颠怪怪的，我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好，那你这边种很多农田，应该等一下出骑士了吧？城堡时代，他不会来打你的吧？对不对？他被鸭子打啦、啊。你在这边乱，虽然他要出两只毛兵，但也没关系，你稍微控一下，控一下，反正你把这个墙破了之后，这个斥候进去杀这个毛兵什么都可以。好，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感觉这边你可以这个斥候第一队，然后小工第二队会比较好控。我建议，哇啊！你这样走进来，他这边没有什么亏过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等一下去查一下这是几分哦。但是你打得不错啊，应该有1100吧，1100吧，这个。因为这不列颠怪怪的，我觉得他怪怪的。照理来说，不列颠是先出小弓，然后你出毛兵，结果反过来了，他出毛兵，你出小弓，谁才是不列颠？怎么这一场好像这一边红色是凶人，然后蓝色是不列颠啊？你们有觉得吗？然后他这边全部出毛兵了，然后石头黄金挖很多，怪怪的哦，这个玩家怪怪的。他不应该不是面那个不列颠啊，就弓箭厂，你要 all in 吗？可以 all in 啊，因为他被打穿了、啊，他其实有毛兵，现在你赶快转肉马进来，他就死了。等一下肉马第一只进来的时候，不要让他盖围墙，打他这四只之后，小弓你看你要绕到里面去怎么样？干嘛的？杀这些。把他把墙盖起来，不要乱盖啊！我啦，我的话，我可以，我小弓可能会往这里面绕，然后跟他换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战矛他毛兵点你嘛，你不要点他，你去点村民，你去点这些村民，我会这样往上走，可能比较 OK 吧？各位你们觉得呢？各位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是这样啦，他现在死围了嘛，按下肉马出来就。没有办法做到事情啊，然后分数反超了，我觉得你出来，好可惜哦，我觉得这里好可惜，而且他先城堡，
他先城堡了。下面挖够，那你现在要打风化呀？那他等一下如果出一台投石车，你应该很难攻进去哦。照理来说，你要 all in， 品种，找工，一级射，一级防，品种也点了。血流鼠滴，真的假的啦？先把他打穿，他现在还没有城堡。哎、欸，自己走出来、欸，哎，干嘛、啊？不列颠等一下就要强势，他出来送兵，然后看到一堆流鼠滴血的刺头，挂了，不列颠挂了。然后这边还开一个墙给你进去，你会走进去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？要不要杀他？要不要进去？进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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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进去！赶快进去了！哇！又给他哇！好可惜，两次了。嗯，如果你要打崩坏的话，你要知道他没有什么兵，他一定是比你早上城堡的吧？赶快进去做骚扰，或是赶快在这边牧区后面这个小宫赶快过去杀村民了。好可惜啊！这好可惜啊！这边。嗯，他现在要二级射了嘛，然后弩兵了嘛，二级木，然后他等一下有射程加成，我觉得你等一下要前置工程器，这里有个高地可以射，你可以盖工程器，然后出投石车跟他玩，弩炮攻投石车，反正工程器啥都可以，冲车啥都可以，因为不列颠很怕工程器的，不列颠很怕工程器。这边维持 OK 嘛，然后拉回来 OK 嘛，因为他转弩兵嘛，这边操作 OK， 这意识 OK， 只是刚刚好可惜，他已经破了两次的洞，可是你没有进去杀他耶，你放手了，你放手了，其实他里面完全没防守，你只要有钻进去杀到三四只村民，那个经济量就不一样。他现在没有死村民嘛，对不对？44村对上41嘛，没有差了多少。可惜了，然后他比你早开 TC 啊，而且他是不列颠。那如果你跟他开农的话，我觉得他会先地出打一波，你可能会输哦。你要不要打强军士、骑士、骑士、弩兵加投石车？这里，我觉得是这里了，或是这里也可以啦，因为他 TC 盖这边，你应该是没有看到开 TC， 反正你来前置 OK 的。这个我一定会前置啊，这个我一定会前置，因为这个玩家的打法已经被摸出来啦，他只想守啊，他只想农啊，从封建时代他都没有兵啊，我是这样观察一个选手的啦，那照他的那个氛围那个味道，就是他想要打到帝王了，他不想要跟你打什么军事，你看他只有他现在2 TC 嘛，看这什么东西，大血哦，弹道血哦，哇，他弹道血出来你难打咯，凶人这里难打 ，K 哥你难打喽。嗯，我想一下你要打什么，我看你打什么。防 ，OK， 攻击也升上来。那你没有空城器吗？你要打这套也可以，这一套其实就打得赢他了。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马爆，2+2，然后直接空城器，弩兵不要了，直接马爆。好，我们就看一下。但我必须称赞一点，就是 K 哥，你这边攻击意识很够，就是差了一点。封建时代，我、哦、先看一下这波交战，防还没起来，防起来了吗？2+2 ，OK。好，点着他，前面在砍他，后面在射。这个不列颠是玩不赢你的，这套阵容不列颠玩不赢你的。攻城器来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这个位置站啊，有黄金，有石头，你家投石车在这边砸还是什么的，还是直接冲车进去了，马爆。然后这一坨不要死，因为你都生出来就不要死了。
这一坨好好保存。然后骑士，你已经二加二防了，对。不列颠很怕这东西，不列颠怕这个加什么冲车、投石车，就这样啊。他现在不可能出骑士跟你玩嘛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能出的不列颠，你只能出僧侣，赶快出僧侣去招这些东西，然后用你的射程去防守，还是你要玩剑塔防御剑塔点大学？你有大学吗？防御剑塔这边压着，那就压得住。你再不赶快压挂哦，不列颠杀进来了哦。你看这不列颠没有军事啊。一二三三 TC， what？ 没有军事三 TC， 马弓也出来了，强军事三 TC 嘛，对不对？二 TC 可以可以，来了，这不列颠最怕的冲车，这很 OK 啊，这出来七伤害也可以啊。然后他赶快挖石头，哎，看一下他石头量，200多，还来不及，来不及，现在才盖，现在才盖，我这反应有点慢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凶人这边赶快推进去了，两台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这些弩兵抓痒，这些骑士赶快绕到别的地方去看，要哪里有洞，哪里有洞，或是打这些木墙。让他忙不起来，让他操作不起来。这个 OK， 这个杀进去 OK， 这边有洞进去了，进去了。这边不要跟他打，进去里面，进去里面，跑给他追，跑给他追。这个不要哦，这个也可以啦。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拉两只骑士去杀。进来啦，爆炸啦，就这样结束了，会不会？而且出什么手？不列颠。三台冲车结束了，还在出弩兵啊，就打不痛，还出弩兵。刚投石车太晚盖了，红色的不列颠结束的是秒杀局啊。这算虐菜片吗？可是我觉得你的凶人打不错，因为配兵很正确，然后强军士啊，看到这种不出兵的强军士，直接跟不用开农啦、啊。攻击的意识很到位。Ken 哥 ，K 哥，对啊，很到位。然后他这边出不了兵了，压在这边，他军事在这边一出来就被你杀啦。然后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求，就是马棒骑士一直贴在他脸上打二加二，二加二，然后他一只一只出来送，爆炸啦。你赶快盖什么箭台，什么拉个防御箭塔什么的，僧侣。没有，这两个东西我都没有看。然后工程器也盖太晚啦，这个地方的 OK 啊，这个肉马被打到肉马出来了，然后直接死掉，然后又被砸了两发，爆炸串进来了，又串进来，这边有个洞，继续。这片应该是会自助了，因为我觉得凶狠打很好啊。打工兵国不是就这样打吗？强军士啊，骑士二加二直接城堡二加二出来，只给他洗脸了。如果他会出神女，那再看嘛。这个分段是多少？我等一下查一下哦。他没有出神女啊，结束了，GG。下面挖沟。好了，复盘一下。前面凶人封建，他打工兵，然后打小工可以。我的话可能出毛兵了，但是这个不列颠怪怪的。好，那你过去进攻他嘛。这边比较可惜的是，他全部出毛病，那你不要管他。你转刺头 ，OK。但比较小可惜的就是你拉到那个墙围起来了。哦，这是第一个。好、哦，第二个城堡塞你拉往后拉 ，OK， 往后拉 ，OK， 因为他已经弩兵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边就打得很合理啊，我挑不出毛病来啊。你就盖了工程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杀进去了嘛。那不列颠这边怎么防呢？你挖石头可以，可是你要650石头，来不及，你只能先盖工程器。你这边 quick house OK 啊？不列颠的视角，不列颠的视角，看一下，食物木材那么多，然后这样子，居居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不出兵的不列颠长这样啊？这边怎么解？你刚刚有 quick house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盖工程器，对不对？投石车在后面丢嘛，对不对？很 OK 啊，然后投石车加僧侣
做一个驱赶的防守动作嘛。你要嘛再不行的话，来不及插城堡，那你就建塔，然后升防御建塔，这样子就守住了。后面一样，弩兵在这边射程做一个干扰，然后你开三 TC， 凶人单 TC， 凶人二 TC， 可是你爆经济，你马上就帝王时代了，就直接反打凶人一波，你就赢了不列颠的视角。可是我看到不列颠是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就挖石头。可是挖完石头，他不知道出箭塔，他不知道出防御箭塔，结束了。很经典的一场，就是工兵国的大失误啊，只想农没有军事，然后被骑兵文明修理啦。好，很精彩啊！这个 K 哥第一次投稿给我，然后算虐菜片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不列颠这边的意思就是没有到位。好，那这场的天地转观众投稿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